跪逼克星能否克得了包王？话说包王最近不是去偷袭路人吗？啊，20年路人遇到了一个跪逼克星啊，居然被他给阻击掉了。然后呢，他的20年路人的伟业没有成功啊。然后呢，刚好这个跪逼克星呢也是包王直播间的粉丝是吧？居然你是克星，那老板就赞助一下，看一看你是真克星还是假克星啊？果然呢，就是抢食之后呢，这个实力就暴露出来了，没办法呀。你要跟这些老高手就打长局的话，真的啊，越打的话你的缺点啊就缺点暴露的越多。已经包王的是把他的龟的爆炸了啊，还敢叫龟逼克星吗？因为他要爆炸，而且已经是6连的对手了。我去，同步升龙啊，你包哥你是不是开了呀？这反应啊，小玉离地他升龙就起来了，牛批给力。龟逼克星，那就上一个包子是吧？哎，5连，哎，4连，有用吗？葵花有用吗？好，邓导刷波，继续，过不来，哎，虎扑手打中断。嗨，一个继续牵制，规避个性已经被反克了啊！现在已经手忙脚乱，不知道怎么防了，只能拉后了呀！哎呦！龟逼克星克不了啊！哎呀，牛批啊！最终只拿了2分啊，包王视频要赢了他。好，关注星星会走掉。